分享一下 prime number， 就是我们说的质数。 OK， 质数的定义是什么？质数的定义是只能被一和它自己整除，对吗？ OK， 这个叫做质数哈。比如说举个例子，二是质数吧，因为它只能被一和二整除。三也是质数吧，因为它只能被一和三整除，对吗？那么跟质数相对的是什么数呢？我们叫做 composite number。OK， 中文叫做合数。也就是说，合数它的定义一定是什么？除了一和它自己以外，它还能至少被另外一个数整除。好，这个叫做 composite number。 那我们在 GMAT 考试里面呢，通常 focus 的是 prime number。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知识点啊，这个知识点不难理解，但是这个知识点在 apply 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忘记。这个知识点说的是什么呢？如果 A 为质数，首先它有条件 A 要是一个质数， A 为非负， N 为非负整数，那么 A 的 n 次方的因数为 n 加一个，什么意思啊？好，举个例子，比如说 A 为质数，那我们 A 取一个5，5是质数，对不对？因为它除了1和5以外，它不能够再被其他数整除了。A 为非负整数 ，OK？ 那么我们知道有0，有负整数，有正整数，也就是说这里的 n 可以是0，也可以是正整数，对吧？那我们 n 取一个2。好，来看一下啊，那么 A 的 n 次方就是5的二次方，5的二次方我们都知道是25。25里面它有几个 factor， 一个是1，一个是5，一个是25。同学们来看一下啊，你这里的 n 是2，所以你的 factor 是1525，也就意味着你的 factor 正好是3个，对吗？那我们再来变通一下，如果说这道题目是5的三次方呢，5的三次方乘起来我们知道是125。125里面它有一些什么 factor， 除了刚刚我们算出来的1525之外，是不是多了一个125？所以当它的指数为3的时候，我的 factor 就变成了4个。好，再看最后一组，那么如果说是5的四次方呢，也就是说在125的情况下再去乘以一个5，所以等于625。OK， 625里面的 factor 是什么？一个是1，一个是5，一个是25，一个是125，还有一个625。所以同学们看一下，当你的指数为4的时候，你的 factor 是不是5个？好，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知识点。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把它运用到我们的题目里面去。他说 How many factors does 360 have？哇，我真的是遇过一个同学哈，他就是在考场上面把这360全部都分解出来，然后找到他们的 factor。他能做到这点我也很佩服他。同学们是这样，第一，你需要花时间，第二，你很有可能会有遗漏，第三，就算你全部都把它找出来了，你花的时间至少在3-4分钟以上。那么这个事实上就违背了你在做 GMAT 数学的时候你每一道题能够允许你用这个时间，对吧？你已经完全超出了啊。那我们先来看，有些同学他用死办法，对吧？他来看这个360，如果我把它分解开来，我会有哪一些 factor 哈？因为这个数字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大。那我们先用死办法来看一下。我们知道有1 2 3 4 5 6 8也是可以的，对吧？4 8 32 45， OK， 8也是可以的，然后9也是可以的，10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它尾数是0，然后因为36它是12的3倍，所以12肯定是可以的，然后18也是可以的，然后20肯定是可以的，30肯定是可以的，对不对？好，再往下我们稍等啊，我们先这样看，一你要乘以一个360，二呢你要乘以一个180，三呢你要乘以一个120，四呢你要乘以一个90，五呢要乘以一个72，六要乘以一个60，八要乘以一个45，九要乘以一个40，十要乘以一个36，对不对？那么12要乘以一个30，30在这儿，18要乘以一个20在这里。OK， 那目前为止我已经找到几个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已经找到22个了，对吧？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答案 ，OK？ 360的 factor 一共是24个，所以你还欠两个。那还有两个是什么呢？你就不太好找了吧，对吧？一个是15，还有一个是24。那么这个是死办法，刚刚我已经讲了。你分解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你最后的答案是22，因为15和24你看不出来，其他的数字我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对吧？那么如果当你算出来是22的话，你这道题就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如果按照我刚刚的这个知识点，我们如何来求。好，首先他刚刚讲了，你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你要找到全部的质数，对不对？所以首先你要把它全部都分解为质数， OK。 第二个，你要找到它的质数关系，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360我们分解的时候怎么分解呢？360先用36去乘以一个10，是不是比较简单啊？ OK， 然后36很明显绝对不是质数，因为它里面还有6的因子，对不对？那我把36变成6乘以6， OK， 10也肯定不是质数，因为它除了1和10，它还可以除一个2和5，所以我把10呢变成2和5。那么6我们知道也不是质数，除了1和6以外，它还有2和3，对不对？那我把6呢分解成2乘以3，第二个6呢也分解成2乘以3，10呢分解成2乘以5。这样一来，同学们看啊，我就变成了，这里面有几个2啊？有3个2，然后有几个3呢？有2个3，然后有几个5？有一个5，对吗？同学们是不是这样 ？OK， 有3个2，2个3，一个5 ，OK， 好，首先啊，我满足了2是质数，3也是质数，5也是质数，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了，当你的底数是一个质数，然后当你的质数是一个非负整数的时候，它里面有几个 factor 啊？同学们，有3加1个 factor， 对吗 ？OK， 这里呢，3的平方，当你的底数是一个质数，而当你的质数是一个非负整数的时候，你的 factor 是质数加一，所以这里是4个，这里是3个。5的一次方呢？5是一个质数，然后它的质数是一，所以是一个非负整数，因此你的 factor 应该是2个，对不对？这样一来，大家想一想，我已经知道了2的立方里面有4个 factor， 3的立方有3的平方有3个 factor， 5的一次方有2个 factor， 接下来他问你这3个数相乘的时候你有几个 factor， 这个题是不是类似于我有5件衣服 sorry， 我有5件衣服4条裤子然后3双袜子，我可以有多少组合，对吗？我是不是把它相乘起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题目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是4乘以3乘以2，同学们是不是最终答案得到24个 factors， 是不是和这里的答案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啊，这一步就要运用到我们前面的这个知识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下一道题呢，它说的是 How many factors are there in 2的100次方减去2的96次方。 OK， 我们来看一下2的100次方减去2的96次方，很多同学拿到这种题他是没有思路的， OK， 不要着急啊。首先我们想一下刚刚我们讲的这类题它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要你求总共有多少个 factor 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么一个复杂的公式变成一个底数为质数，对吗？然后质数为非负整数，是不是一定要先找到这两个关系？这两个关系找到之后，你立刻马上就能够知道它的 factors 有多少个了，对不对？ OK， 所以啊，这种题怎么办？首先底数是2，那我们知道2已经是一个质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它的质数的关系，对不对？好，先提取公因式，2的100次方和2的96次方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2的96次方？把2的96次方提出来之后，那么2的
100次方就少了多少？是不是少了一个2的4次方？因为 x 的 a 次方乘以一个 x 的 b 次方等于 x 的 a 加 b， 对不对？所以2的96次方乘以一个2的4次方等于2的100次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好，那么2的96次方全部都把它挪出去了，所以我这里就是一个减一的关系，对吗？对不对，同学们？那么大家看啊，2已经是质数了，我就不要动了，所以2的96次方我放在这里不用动。那么我接下来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动一下，2的4次方是多少啊？2的4次方是不是16？那么16减1是不是15？很明显15它不是一个质数，因此我要怎么样把它变成质数，对不对？15变成质数是多少？是不是3乘以5？3和5是不是分别都是质数？好了，那这样一来就简单了，2的96次方把它放在这里，3是一个质数，它的质数是1，5也是一个质数，它的质数是1，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啦，2的96次方它有多少个 factor， 立刻马上知道它有97个 factor， 对不对？3的1次方有几个 factor， 有2个 factor， 5的1次方有几个 factor， 有2个 factor， 所以这道题它的 factor 数应该是97乘以2乘以2，所以它的 factor 数应该是388个。所以大家看这个知识点哈，我讲一下你肯定是懂的，但是如何把这个知识点运用到这个题目里面去，第一你要知道这个知识点， OK， 第二你要有这个 sense， 第三怎么样，你做题刷多了以后你就会有这个概念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部分的一个试听，谢谢大家。